已经是上市公司主席兼行政总裁的黎姿，一向都很锡家人，虽然平时做事已经很忙，但是都会抽时间照顾家。今年的父亲节出名孝顺的黎姿，当然都有陪下爸爸黎柱啦。话说黎姿这日就在社交网站上铺了张和爸爸的合照，还留言说天下有一种爱是无条件的，就是父母对子女的爱，能够在爸爸身边就是幸福。然后还跟爸爸说 I love you， 和祝爸爸父亲节快乐。见到张相咁温馨，就知黎姿和爸爸的感情真的非常好啊。